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刷着刷着，我一看，正到中午了。虽然我技术不好，但是呢，我可以下饭呢。马上赛季末了，我还是赶紧上上分。你们说这局两个太妃，要是你们的话，你们选谁？那我肯定是选大黑鼠了，毕竟我是最贴心的宝宝，当然是选黑鼠帮你们推奶酪的。这个天使是挂机了吗？哎呦我去，叫你个小太妃给我揍了，我黑鼠不要面子的吗？回手套，你们还是个鼠了，连同伴都打，看给我揍的鼻青脸肿的。哎，我的血条呢？哦对了，我忘了，我是黑鼠，不能回血，都是鼠类，差距这么大。给大家表演个黑鼠冲撞，所到之处非死即伤。等等，这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？这小太妃有点东西啊。这么多的烟雾香水，不要慌，看看我的桶盖，此时不用更待何时。冲呀！这个免疫的时间是不是短了点？哇，这么好心还给我留了瓶药水。别跑呀，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又想害我，别说啊，这个小地雷还真厉害。得了得了，我又没血了，不能再玩了，抓紧下一局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爱你哟。